你是不是美术啊、妇女自委会的会长陈丽清小姐？是啊，哦哦，你这次主办的这个2004年妇女美展，你我听那个电台介绍，你邀请了很多个国家的画家参加演出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共有好几个国家，包括新加坡、印尼、香港、菲律宾、荷兰、韩国、韩国、美国也有是吗？还有澳洲是吗？澳洲。哦，全部的作品有几幅啊？全部有113幅。哦，全部都有113幅的，就是来自世界，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女画家啦。哦，他们展出的作品一共有几幅啊？是不是每个人一幅啊？只有每个人一幅。哦，就是每个人把最好的、最美丽的画来新加坡参展，以呈现给我们新加坡的观众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哇，这次举办这个是新加坡开播以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。哇，我看我们的会长就是劳苦功歌啊，啊，我花费了很多时间、精力、财力，对不对？大概筹非常的辛苦，大概筹备了几年哈、啊？是从去年6月份就开始筹备了，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哦，筹备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哦。哇，这是我来参观展览的是人山人海，我祝贺你啊！2004年妇女美术展成功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这个是不是你的作品啊？请问陈会长。这个是我的作品，是一幅创意的水墨画。它的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中国的一些整理跟思想的。你融合在一起了。这里凭你自己的想象去解释跟揣摩它。哦，这个就是说抽看法跟想法都不一样。哦，这个是抽象化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写意？意象化。啊、哦，意象化了，好像你想什么，它就是什么意思的意思了。对，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但是你想什么，它就是好像什么意思出来的景地这样啊。对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，陈会长。你是你贵姓？